六大商会公布工商界政改民调，超过九成商会的会员支持政改方案。民调由上个月28号至到今个月15号进行，一共收翻大约2500份有效问卷，超过九成商会会员支持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，反对的只有5.6%。亦都有九成一會員認為，如果社會上多數的民意支持政改，立法會議員要跟從民意投贊成票。商會認為議員應該要以理性務實的態度去投票。商會又話，公司票轉做個人票涉及複雜的問題，需要時間探討。公司票轉做個人票咧，唔係話大家傳媒朋友諗得咁簡單。其實間公司裏邊咧，有一啲小公司，可能老闆就可以話曬事，但係亦都有好多公司嚟講咧，係有幾十個董事。咁如果我哋講緊由公司票轉做個人票嘅嚟講，我哋俾董事咧，定俾埋佢個員工都有權去做咧。咁如果大公司，譬如佢有幾千人嘅公司，係咪有幾千張票咧？其實呢啲咧係一個好複雜、好複雜嘅提案嚟。